28号下午，有网友微博晒出一组在美国洛杉矶偶遇章子怡带小苹果逛街吃大餐的照片，刚晒过女儿醒醒的泳装照又被拍到带大女儿玩乐，很多围观的网友笑称子怡化身女儿奴了。只见镜头里章子怡一身休闲打扮，笑容十分灿烂，虽然是网友街拍，图片也未经处理，但女神光彩依旧。当时已是暮色时分，街上车水马龙，十分热闹，章子怡细心地为小苹果开门，母女二人其乐融融地进入餐馆就餐，有许多网友为章子怡的善良点赞，你一定会幸福的，因为你的善良。自从章子怡和汪峰相恋，一路风波不断，可如今小女儿醒醒七个月了，萌萌的超可爱哟。大女儿西西过暑假都陪在章子怡身边，看得出母女相处亲密又融洽。而前一段时间汪峰录节目与章子怡温馨互动的场面，更让大家看到了这对明星夫妻的甜蜜日常。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两个人用满满的爱经营着自己的幸福家庭。优酷娱乐整理报道。